今天是不要再空干我的台风。今天是我的1600天登录的大喜之日，所以他现在游戏有那个特别的彩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登录1600天到底他会给我什么东西好了。嘿，奖赏十颗魔法石。好的，还是只有十颗好不好？我们直接领出来，我们直接抽两个。抽两次实抽卡，看我们1600天登录的运势怎么样。我们抽比较特别一点的好了，像这有大奖，我们抽这个八龙的，看可不可以抽到八龙好了。对，目前就是这最吸引我。好，抽两次1600天十颗魔法石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运势到底怎么样。这是不是没有啦？白金，嘿嘿 ，OK。很普通，再来一次，少抽一下，1600天，是不是没有出现独立的抽卡机，就代表没救了、啊？没救了，十颗没救了。好，1600天的喜悦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，完全没喜悦了，怎么办？抽光了，1600天就这样，没什么奖赏了，十颗石头而已啦。对啊，没东西。好空虚哦，抽完就是空虚这样。OK，